小王，失败了。不是说这次肯定成功吗？高老师，你不是说这次肯定成功吗？不是说这次肯定成功吗？不能这样啊！不能这样啊！都完了！浩文，浩文，浩文！危险！你们不要危险！浩文！维护秩序，往下坐一坐。思雨，龚总来了。你们现在怎么打算？龚总，说实话，前几天我也很受打击。也想过，就这么算了，就当花一千万又买了个教训。我很理解，如果你们决定了，我也没什么话说。但是独步项目凝聚了高老师这么多年的心血，这么多人为他付出，这其中也包括你的投入。我又觉得，我不应该轻易认输。也对啊，我觉得都到这份上了，还是别放弃。要不我们想办法再融点资。融资的事儿先缓一缓。对，因为我们准备把实验室暂停，我和高老师回溯整个实验过程，包括之前所有失败的实验。等高老师和刘洋的回溯结果出来之后，我们再来讨论下一步的规划。大概什么时候出结果？3个月。或者半年吧。